你就像我的血液，就像我的养分。如果没有你的存在，就没有我的存在。好，今天这样吧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耶，成功了！没有，所以可以回去洗洗睡了。医美，你要不要去吃寿司？不行啊，我除了演示女之外，等等还要陪米奇去买道具组的东西。好吧，那我们自己去吃咯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寿司，寿司，寿司。欣姐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好啊。我陪你们去等公车吧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觉得你最近还是小心点比较好，我担心那个变态会再回来骚扰你，所以我刚刚还想说，还是以后我每天上学都多转一趟公车，顺便去接你上学。不好吧，这样太麻烦你了。哎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呢？能当你的护花使者是成龙飞的荣幸，哎，对不对？成龙飞，毛脸林就交给我，周星杰就交给你了。成龙飞说的没错，在还没抓到变态之前，还是让他陪你吧，这样我比较放心。那明天开始就麻烦你了。谢谢你真的送我回来。别客气，你的安全对我来说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我觉得好像你只要拿出好朋友三个字，我就被你吃得死死的。我后来发现好朋友这个关系还蛮好用的。那个合体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常去。当然记得，我还年轻。时间还早，去看看吧。来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多少年前了。是啊，我那时候都还是学生，真的很单纯。只是想来这边看看我散散步。那个时候，我记得第一次在这边教你骑摩托车，你因为太紧张控制不住，整个撞上围栏，我的摩托车轮胎被你撞坏。这个还好吧？最糗的是有一次草坪里面跳出一只癞蛤蟆。把我吓一跳，即使吓一跳，是吓了一大跳，你整个人跳到我身上来，还好反应快抱住你，不然你糗大了。我后来一直在找那只癞蛤蟆，为什么？我想找到他，好好说声谢谢，因为有他，我才知道原来你也喜欢我。还是一样的。我对你的心也是一样，没有改变过啊。难怪有人说，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要相信男人的长相。你还敢说呢？还不是有人抛下我自己去。一想到欣姐被变态骚扰的事情，我就整个晚上都没有胃口。你这样不对吧？就是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反抗那些变态啊！我现在就要吃饱吧，储存体力。不知道欣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不遇到变态当然是最好的啊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已经事先买好了防狼喷雾，你们看看。哇塞，
贾飞燕，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？妈，这个是我叫婉君帮我买的啊。哎，现在网络订购，马上订，马上拿到，不愧是我们的网购高手。只是光拿这个在身上防身根本没有用啊，应该要化消极为积极，化被动为主动。嗯，要的话就利用它来造作变态，才能真正的治本。这给你。曹教官，曹教官，哎，啊，等等我，哎，我们一起巡逻吧 ，OK 了。杜组长，啊，那你负责校园南边，我负责北边，我们开始吧。不是啊，这跟我们当初讲的不一样，我们不是要说一起嘛 ，together 一起嘛，这样才会有照应嘛。我想过了，如果我们一起巡逻，会很浪费你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分头进行，这样也能比较仔细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？对个屁呀！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情境嘛！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应该是我跟曹教官两个人肩并着肩，一起浪漫的走在洒满月光的校园才对，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呢？天哪！哎呦，杜组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是我觉得还是两个人一起巡逻比较好哎，这样子要是有什么状况，也比较有照应，比较好啦。你这么坚持要跟我一起巡逻，该不会是你一个人会害怕吧？我怕什么？我队友都生下来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胆子大，我不怕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堂堂正正有什么好怕的？对不对？那就好，我们分头开始吧。哎，曹教官，真的要分头进行啊？我怎么老是跟曹教官八竿子打不着呢？难道真的八字不合，有缘无分啊？不会啊，这星座上面讲说我们两个星座是很合的，金牛座跟处女座合啊，合得要死，合得不能再合了，合到跟那个死掉的蛤蟆一样，分不开。怎么会老是都有出状况？转啊转啊，骑着牛的。哇塞，真的有危险分子潜入校园来了！好大的胆子，遇到我算你倒霉。你看我怎么对付你！这一次啊，我们应该想办法抓到这个变态，不要让他欺负我们。没错，那个变态应该徘徊在学校附近，要是被我逮到的话，他就死定了。遇到我们他就完蛋，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继续等。我保护你们，走走。抓变态嘛，所以我们就用防蚊喷雾器喷了杜组长。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啦，对不起。你们四个真的是太乱来了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样私自行动非常的危险？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学校担当得起吗？希望陈龙飞会喜欢我今天为他做的早餐。
今天不来练习了吗？米奇，不好意思，最近这阵子我早上都有事，不会来练习了。上次帮你姑姑挑的礼物，她有喜欢吗？她很喜欢啊，多亏你的帮忙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她喜欢就好。对了，谢谢你今天特地来接我上课，为了要报答你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早餐。给你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湘妃，你是为了接心结，所以早上才没有练习用的吗？是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有个男生陪，变态这样应该比较不会来骚扰吧。可是。你这样没有来练习，会耽误到进度的。温明基，谢谢你的关心跟叮咛，我会自己再找时间练习的，不会耽误进度。好，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那一切找时间练习，加油。你看一下早餐喜不喜欢？没想到周星杰遇到变态的事，竟然会让陈龙飞和他走得更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朱丽叶，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请你诚实地告诉我。你要是嫌我太容易成为你爱情中的俘虏，那我会板起我的脸孔，做出高傲的态度，拒绝你的好意。好让你婉转地向我求情，不过我是不会让你太容易地直接拒绝我的。哦，罗密欧，请你不要误会，矜持和傲娇是淑女的天性，虚伪和做作更是淑女的本能。我怎么可能会拒绝如同小鲜肉般的你呢？让我们一起摘下面具，抛开道德的束缚，勇敢在一起吧。哦，朱丽叶，罗密欧，忘了带吃什么。卡，郑明卫，可以请你把台词背熟一点吗？演不好就算了，还没有感情。对啊，威哥，你刚刚说话的语气啊，完全都没有那个 feel 哎。真的有够浪费我写剧本。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演员，干嘛这么挑剔啊？可是我的剧本很专业啊，你应该把你自己融入到罗密欧这个角色里，然后要把那种想爱却不敢爱，爱了却忘了自己的那种感觉演出来才对嘛。更何况这次演出攸关大家的成绩，男主角可以请你认真一点吗？导演说的对，威哥加油！啊，好了好了，再来了。准备 ，and action。当夜晚的降临，我的心如同被邪恶般的笼罩，我憎恨被咒骂控制的感觉，但我还是离不开你。哦呦，我背不起来这恶心巴的台词啦！现在谈感情哪有人在那边文绉绉的，都马直接来。对哦，威哥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每一部爱情剧里都有吻戏嘛。既然你记不成台词，那就直接来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帮罗密欧还有朱丽叶加一场吻戏，用动作代替对白。我反对，为什么要加吻戏啊？剧本里面又没有，那是因为你对白都说不好，都没有感情啊。为了补强，所以帮你加吻戏耶。大家说的对不对啊？我赞成。赞成你的头！你们两个来演。贾飞燕，我看你根本存心是要整我嘛。威哥，我这是为了艺术，也是为了我们二 B 班的成绩好吗？这哪是为了艺术啊？
这根本就是牺牲到我哎！而且，毛玲玲，我见不下去了。证明我也说什么？可以请毛玲玲，根本就你赚到好不好？怎么会牺牲？不是啊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啊，对啦，其实威哥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啦。为了一个话剧，然后奉献出人生的第一个初吻，我觉得很牺牲啊。嗯，对嘛？不过被他以后女朋友知道怎么办啊？马大统，现在都什么时代啦？这思想怎么还那么迂腐啊？不是啊，你们都曲解我的意思。我赞成。跟他想的一样，不要加吻戏。好吧，既然男女主角都没有办法接受吻戏，那就取消。我们继续吧。谢谢。当黑夜的降临，我的心如同被黑暗邪恶给吞噬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。耶耶，谢谢。尊姐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不是要打工吗？时间还来得及啊。我先送你回家，再去打工就好。谢谢。先走喽，拜。张飞，下班了。是啊，你怎么在这？就我跟朋友约好看电影，结果被放鸽子了，害我连晚餐都没得吃。你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人？可能我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所以才被人家整喽。现在时间有点晚了，那我陪你去买些吃的。再去等公车。好啊，谢谢你，你人真的很好哎。走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早上有听见学友吗？有啊。那就好，你好不容易才加入游泳校队，游泳的练习是不能中断的。况且你是去年全中运的冠军，游泳队的人都在等你的表现哦。我知道了。谢谢你一直这么关心我。别这么说，谁叫我是他的？注意，现在开始，在56秒内完成100公尺就可以回家了。陈鸿飞，我给你的目标是55秒内。我知道了。看什么看？再游一遍啊！差0.01秒，再游一遍。没关系。来，预备，走。
今天先到这里，下次再来。队长，我觉得你最近很针对我。有吗？你多心了，陈龙飞。我是很靠你的，我希望你可以好，还可以再更好。